可以啊，行啊，我觉得 OK 啊。那你也喜欢蜘蛛吗？好、哦，喜欢蜘蛛，我跟他翻脸了。我找到English啦！好了好了，不聊这个话题，不聊这个话题。礼拜三对打羊哦，这个吗？身高蜘蛛？不是啊，蜘蛛不是昆虫哦，节肢动物。对啊，它是节肢动物，它不是昆虫。它跟其实你们吃的龙虾、虾子啊，也都它跟螃蟹比较接近。哎、欸，难怪哈基不喜欢它。难怪他不能吃哦，他不能吃，看谁要吃这东西，恶心死了！不是啊，跟螃蟹有什么事情比较接近？一个是甲壳的，一个是节肢动物，这不一样。没有，他是节肢动物的。现在画面，稍等一下，有个工程师在教我怎么调。如果在断线的话，他说要donate我。火先生是不是？又要抖。火先生啊，上次火先生抖起来。上次跟我讲说重新安装游戏，重新开机就可以了。你真的可爱海报 是不是？对。对啊，嗷嗷海报。嗷嗷。昨天带着梦遗吃鸡的一个海报。我好久没吃了，现在改版听众好像改很多，改好多新的枪，全美国新一把新的枪了啊，没有，现在枪只有一把了，可是枪都改了，新增，就是把配件都改了，还好，多两个新的握把，没有三把哦，握把两个吧，没有三个，拇指跟半截不是吗？还有一个橘色的，橘色不是就是半截吗？不知道，那就拇指半截，还有一个是很像锤子，可是它是有洞的。总共五个，就是一个一横，然后一个圆圈圈那个啊，颜色粉粉的。好，我先把游戏关掉。那个不就是半截吗？那是半截，对啊。可是有另外一个，总共有五个。哦，真假？我看人家实测只有五个，总共五个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把原本那个。没有更新的那个锤子握把也算进去了，五个握把，嗯，还是锤子握把被改掉了。我记，因为我没有啊，我记得我看人家实测都只有四把，嗯，我记得锤子三角，然后拇指跟半截啊，不是四个吗？嗯，我记得有总共有五个握把，记得把那边擦亮。然后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扩容弹夹，那些狙击的也都可以直接用，对啊，啊是啊、哦，可以直接装在冲啊，可以直接连击步枪上面，对，就什么 SKS 啊、mini 啊，面弹掉了，钻石用什么挖？铁镐可以挖吗？铁镐就可以挖了，可以挖，只是挖不准。挖到一颗钻石，动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开始增加空白金。我开啦，开机哦！哦，好，我试试看。再闪退的话，你知道的哦。躲起来，躲起来。那个话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抖抖。对啊，进的有份啊，都要抖抖。哦，还有一个是轻型握把，多或少而已哦。好啦，先感谢你。干，钓鱼钓了快三个小时，还在试等。轻型握把，不要小气点呐、啊！我给你我的那个上。小几点你要到一定金额才能领出来、欸，而且超超凶。对啊，超超凶。你听到？超超凶。就是那个歌很重。我给你我的账户啦。花椅菜是不是全卖掉了？
哎、欸，叫我干嘛？我们那时候的话题菜是不是全卖掉了？我没有动哦，都是你，都是你在收的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我没收到花野菜，还是我那时候没种花野菜？是有种，有啊，有花野菜啊，三株吧，就没几颗，哎，是不是都卖光了？卖掉了吗？不是吧，我卖掉了。能巫妖吗？哇，我在八十九。有一个啊，有一个。哇，有一个要一颗，有一个要一颗的。不用啊，你赶快开温室就不用了。没有啊，他没有种子啊。啊，对哦，没有种子。哎、欸，有啦，有种子啊，你去开温室啊。温室不知道多少钱。两万五。两万五啊，翻六色啊。嗯。赚钱啦。赚钱之前先吃泡面。超级有点没开。不能懂。没关系啊，我说我有账号啊，给你啊。没有没有 ，PayPal 不是不能抖，是台湾抖，台湾国内不给抖。对，台湾不给台湾。香港的好像还可以。可以，国外的都可以，它只是不能台湾国内交易。是有别的办法可以这样，可以台湾抖台湾啊，是那个要。没有啊，就是抖去其他平台啊。哦、吧没有没有没有，有 PayPal 可以台湾抖台湾，是那个吗？有另外一個。哦，没有，反正我就直接开 G4G 啊。如果你要用 PayPal 的话，嗯。据说觉得钱我也是一直放着。啊，所以他进你华是换了没啊？泡面泡面。什么泡面？嗯。他在用泡面。嗯。那、啊、他睡觉了没？没有他们，他们。我问你华鼠换了没？我的华鼠还没。哇。所以我现在点右键是直接哒哒哒哒哒，现在还是五下吗？对对对，太帅了吧！我顶多只有两下我就坏了，我就直接换新的了，我受不了。我一直想要去找那种滑鼠是可以有，就是上面有很多按钮的那种聚集啊什么的一堆的，有吧？现在很多啊，电竞手机都这样啊，很多吧？电竞手机吗？不是手机啊，电视滑鼠，因为我在看手机呀、啊。手机有电竞的也蛮帅的、欸。哇，专门吃鸡的啊，不能这样子哦、喔。不，不是有吗？光大小，好像有，已经有传说啦，已经有了。有啊，有雷射出的啦，雷射有出一台啊。还没提炼。嗯。电竞会计，上面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人要来九十层啊？还是我们明天一起？来啊！哎、欸，我还没进去过。好啊，我们走啊。我想说晚上了，那、啊、你们看看我去哪？去什么？九十层的香香。哦，可是十一点半要开啊！大家一起拿，明天再拿。好啊。滑鼠可能也快坏掉。好，是数到三的时候拿吗？还是三的瞬间拿？应该我数到二，你们就要拿。哦，一二的时候按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凌晨啦，好啦，睡了睡了。嘿，我真的不能接受那个维力炸酱面要弄在一起吃，正常就干丝分开啊。嗯，其实我听你们那次在讨论之后，我有吃过一次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可是还是分开吃比较爽。对啊，嗯、啊比较饱，没有比较饱就是。没有，那是吃起来的 emoji 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就是你就吃完之后，看还可以喝汤，也好爽啊。对啊，我不能接受，就混在一起吃，超级不能接受。是没有到不能接受啊，只是觉得分开吃比较爽。弄、啊、打不开。维力炸酱饭是什么东西？他有单卖炸酱。哎、嗯欸，箱子 bug 了。对，开好慢哦。不是，我看箱子全部都打开了。我打不开、欸哦，我打不开、欸。哎、欸，开，哎、欸，看我的刀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的刀收进去了，不能开那个了。我怎么环境开过了就变这样子？打开了。我们都可以啊，鸡蛋，你看鸡蛋打开都可以啊。八个制造机。我看箱子开开的。干那呢？
我要重开吗？重开地图。好啊，反正刚刚、啊、开始。嗯，可以啊。你还教？我觉得维力的汤好，不，这不是汤好不好喝的一个问题，是吃完之后还有汤可以喝。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喝汤啊？对。对啊。而且你不觉得汤面的话，你那个味道变很淡吗？对。没错。还像正常的。就没有那种吃维力炸酱面那种很浓厚的味道的 feel。网络出问题就会这样子、欸，有人说。哦，所以是我这边出问题。嗯，我想说刚开始着急，还不是因为你。小雨是正常吗？正常的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但是有些人不喜欢太咸，嗯，不会，因为我吃微炸酱面就是想要吃那个味道。对啊，对。哎、欸，摸鸡哦，摸鸡哦。而且微炸酱面大概是唯一少数我会吃的干面，因为其他煮干面我都觉得很麻烦。因为麻烦吗？很麻烦，你不觉得平常煮，如果你煮泡面的干面，你就是煮完之后呢，还要去把它的汤倒掉啊，干嘛的呀？这样你不觉得很麻烦吗？可是唯一他们完全的解决了这些问题，他的汤不用倒掉啊。好哦。对，我就一直觉得吃泡面要吃干的是一件麻烦的事。那好吃，我觉得如果好吃的话，我会做。嗯，我觉得就还好，可能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这种特别让我觉得好吃的。潘妮，好巧哦，可是送过礼物了，也要到，可是被说到，我想去吃一碗。对耶，你看是不是？有没有突然感觉到他很好？都不来找我们工商，都帮他宣传成这样了。每次都没有吃的要找我工商耶，好难过哦。哦，这次是铜斧头嘞。没有，我觉得是台湾的干面的设计都非常的不友善。对啊，日本的那种。因为韩国、日本有一些都是它旁边有那个戳洞洞的地方，对对对对，就会直接沥水。只要把食材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你只要把它那边水直接沥掉就好了。可是台湾的就很麻烦，你是到时候面一起掉下去怎么办？你那些没有，所以我也打酱面，我们都是直接从背后再开一个、啊。哎、不是啊，我就是说那个很容易面会一起掉出来啊。哦。因为我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我有一点强迫症的那种人。那种喝汤看到汤上面如果有什么葱啊、韭菜啊，会把全部先喝掉。走吧，九十层，九十层。哦，对啊，走啊。走，九十层。都浇完水吗？走吧。都摸完鸡了吗？都摸的鸡有好像有，哎、欸，我有摸吗？我刚刚有摸。这是新的一天哦。对，新的一天好像没摸。大家一人站一边，好的。哎、欸，鸡。鸡。嗯。快点打麻将，九十层。九十层。我在九十楼等你打麻将。哦，我刚才在吃泡面。我来了，等等我。骨子真的很棒。自己 DIY 戳洞，很难戳哎、欸。而且我哈记不能拿，有没有？不是哈记拿我就不能拿。巴士看到几点？不知道。现在几点？9:18。六点多。哦，我们迟到多久了？嗯我开了2.5小时，你们更早，应该至少5个小时吧，4小时五小时，差不多4点多吧，4点多开始。九十层套，嗯，现在就看到，哎呀，
好基要死吗？还是我们输？你们输。啊。那我数，我数一二三，我数到二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打了。好，好，一二三，没拿到，有吗？没有，有吗？我拿到了，关心拿到了，我拿到了，你有拿到？嗯，就只有我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所以其实是可以两个人同时一起的。对，两个人可以，至少可以。谁要吧？没关系，至少、森林之剑谁要？少有，要。哎、欸，沙丘，哎、欸，你刚好在那洞在下面。嗯哼，我看你们每个下来，然后就顺你顺走，超好笑的。李宝石，我的，给我，我老婆要的。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呀，好痛啊，这怪。五三九暴击，你要不要换武器啊？啊，你要不要换武器啊？你要不要拿那森林之剑？他拿森林之剑啊！哎、啊欸，回来，回来，你回来！你们拿，你们拿！啊？拿谁？那个矿车，你们都拿了？我拿了，我拿了，六个碳，六个碳。阿基麦当。六个，六个。六碳。六碳。哎、欸，动、這個！哇，两只，两只有星星的。打他头。哦，今天 lucky day， 打砸你头，砸你头，砸你头！不要不要不要在墙边，小心不要在墙边，不然东西会喷到墙边去。喷出去！哦，九九哎，哦有了有了，掉一个磁铁，九九哎，快快快！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卡住了？我死掉了！你死掉了！被打晕了！你要去付钱了。千棒，哇！千棒，好烂！牵起来，好烂哦！国军兄弟，他打一下52滴血，我直接，我靠！他曹操他打是一般的两倍啊！干，岛屿等级要降了。哦，丢失100块，还有包包的七样物品。嗯。哇，惨溜。哇！啊，我没有稿子，我稿子去升级了。哎、欸，烈绿宝石喷气也要。哦、oh, ，来来来来来，没事，我会登机啊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梯子在左边。好，来，干干干。哦，有14，好痛哦。那个头上有花花的答案是两倍痛。而且应该没有鞋子吧？有鞋子还会好一点。我鞋子有啊，我鞋子有。我鞋子防御加3。好痛，悲伤。飞机，我要有巫师哦，刚好可以洗碗。哦，140。打打打打打打！哇，我被这什么？我负面效果。幻术是？不是一个眼睛的。你失明啊？嗯，可是我没有失明多少、欸，我快正常。哎呦，啊、要打怪、這個，要打怪，要打怪！哦，火球！打这怎么打？这冲人先抓他一下是吧？哇，死啊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没血啊，没血啊！我马举血。前面有矿车啊，走吧。应该有吧？有用到矿车。绿色的、欸。你拿什么武器啊？我靠！我原本就这把哦，白痴，我拿这把。矿车。哦，上面有补血哦。我们直接冲去干他就完了。血量明显。这画面超霸凌的。九九，快快快快快！加油！炸弹！100层！哎、欸，哈基，来哦，开箱哦！
阿郎累了，一个加泡米啊。完了，他去洗碗。啊，完了。那我钓个鱼好了。钓岩浆。还有岩浆鳗鱼。嗯，鲑鱼。啊，可乐加可乐。我也不知道身上到底掉什么东西。阿基，快来一百层！来哦，一百层哦！我们要开箱了。哦，好。乐色。你骂我？上钩了，不是我。你骂我？哎、欸，我钓不起来，太难跳了。你注意一点哦。不是，你跳到乐色。感受花野菜的愤怒。是团团。团团。很热吗？哎呦，那个，来来，来，还要换人喊，谁数谁数？换杰瑞好了，杰瑞数，一二三，三个，我是哪有人没吃好？你们二就拿走了，我这个这个，你说二不是说二就要拿了吗？因为有颜值就要拿。丢我没用哦！哎、欸，你们会有 DC 会有延迟，所以要二啊。对啊，我刚刚三拿，然后你们是二拿。耶！哎呦，一把三。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办法拿什么东西，那个 bug。你只要等祭典的时候买一颗。啊，那可以买是不是，就可以买啊。可是买的只买一颗啦，一颗啦，一直买一颗。嗯，那我体力最后一定是上限一次最少哦。没差，是贝塔版而已啊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之前只有繁星一个吃到而已。对啊，那时候不知道。我们来敲大石头啦，敲大石头。我就没有。敲什么？哎，就一般敲的啦。哎咻，哎咻，你看你刚才掉，你看掉超多的。什么东西？在敲。五十包，不是，看不到后面，觉得太好笑了。小雨下面哦。Hello。对啊，我快死掉了，没关系。一个浆果就回来了。哇、哦，好多好多山洞胡萝卜八个！来来来，这边这边三个一起打。来、欸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一样数到二哦。啊，一二三。没东西，没东西，可恶！笑死！在一层就好了。欸、这个你卖啊，我卖不掉。嗯啊啊！来给我。哦，旁边有箱子，超多箱子。来来来，右边右边，小雨来右边。好，我。你在调整，干什么打我啊？你拍啊，有点好大、哦。哎、欸，天黑了，天黑了，快快快！快！好，来来来。天好大，天来一二三 ，go go go！ 哇，好高！哇，哇，狂啊，大赚特赚呢、欸！你看这里有三颗耶，好爽哦！快捡起来，快把它捡起来。天黑啦，你们快点啦、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回去。没有动啊，找不到洞、啊。快点，救命啊！欸、石头聚一聚，看有没有99个啦。我有44颗。坐个楼梯还是不能坐楼梯？可以啊。一点的要一点的，一点的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赶快。来来来，给我，看有没有99个。不够啊，只有61个啊。又在我身上。好，丢给你。不是啊，怎么又在我身上？我没有啊。91个，快了，快了！不行，要死在外面了啦！不会了！6个，这边6个，给我！不够，还差2个，快！这是不是水晶？要死在外面啦！在外面之前，我也要先看到下一层。哎、欸，剩下二，等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！他们在逛矿洞啊！快放！快下去！有了！你
真的是老人的行为。也是。好，完了，完了，我没出门，他们三个一起出门。我还被打。没事，扣钱了。没事，没有死。没有，我被扣钱了。哎，我选择职业矿工啊，还是地质学家？我是选那个可以挖两个宝石，可能成对出现，那个还不错。矿工好了啦，我是就是挖了会多掉，就是那个、啊、地质学家是挖那个，好像用拿宝物什么东西比较好，什么性宝石。不是，刚刚那个如果没有挖下去很亏耶、欸。对啊，你看我们损200块，我们那时候在重挖的吗？那边好忙，哈基好悠闲。不是，我们在抢着弄那个。有啊，我们到105了，可以了、啊。我在家里顾菜。你很像会让它少一圈，因为这里挖不了。不然我也想把它弄整齐，不舒服。这个声音啊，团团的，怎么声音那么老啊？听起来太远了，空间感。手机啊！哈哈哈！你声音超老的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感谢神奇点，好坏，难过。好像不会断的，钓鱼。有人就说，我跟你跟鱼院看的不同。看起来很老吗？我们看起来很老吗？没有，是那个啦，那个回音很重。嗯。他们那边的回音因为是从，等于是环境音，它是连同整个回音都已收进去，不是像他今天是从正面出来的。就听你的声音很圆。很圆，怎么半个家团团就，半个家团团就变年长了，变老了。要讲大贤者，贤者大长老变大贤者，真不愧是田园犬。对啊，之后我都想要做个砍棒那种砍棒，放在我们这门口，门口就写田园居士。阿基，哎，有鸡皮，鸡皮，对，等一下，没有，没鸡皮。跟竹林长老，真的竹林长老，我下面就放个砍棒，然后就直接一进门就看到竹林工作室。没有，写老人工作室好了。写不到老人，写林俊杰工作室啊。快，字还貌又不一样的。每天换一个啊，这样才有新鲜感啊。真的，你就要用那种就是白板有没有？然后每天用擦擦笔写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林俊杰太年轻了，我们要找一个比较有一点资深年纪的。李正杰好不好？张学友。拜不了。严书记也没了。严书记没了。我们就叫章鱼工作室。《还珠格格》工作室，动力火车工作室。真假的？有啊，有那种纸身星吗？QQ 纸身星包谷是什么？紫色金包菇，不是紫色，紫圣哦，紫圣金包菇 ，Only 圣仙 ，Left 金包菇，我想 Only， 什么意思？一定是昨天哈基说了些什么？轰炸毁！我看有没有菜单，类似这种菜单里面通常会卖什么？哎呦，痛！随便看看，有问看看有没有啊？随便看看啊。嗯，挑看选看哦。看看选看看哦。挑看选看哦。你在讲啥哦？
那个我刚刚讲了，你不要跳哦。嗯。哎，我一直选错，我去逛逛。嗯嗯，真的很老哎、欸。苏毅的。求干你。QQ。你手机掉下去，我根本赔不起。星期五力呀、啊，看看力呀、啊，现在有送过了哦，两颗星的，可以可以。